这是 Alan 的宠物房。乌龟喜欢藏着这个，长大，但是它们可以活很长的，寿命最长。所以长不快。乌龟它要吃什么？它就是吃菜，它为什么不出来？我拿不出来，它就一直在挖进去。躲着是吧？我把它带出去，然后它拉屎了，然后乌龟拉屎了。我现在太菜，就这样。它躲起来了，它不想出来。我说很小心，或者把它搞伤了。要很小心噻，爱护动物。哎呦，Hello，Hello，它叫什么名字Master 乌龟。？Master 乌龟，又有中文又有英文。Hello，它害怕吗？还好。嗯。现在我给它喂着补钙，它补钙。如果不给补。本来我们有两个乌龟，那只乌龟它生病然后死掉了，然后它的钙呢，它就超级软，就可以按进去，然后软它壳了，死掉了。天然然后是健康的，这个那个白色的灰是什么？白色灰就是我把撒在它菜上，它吃了它就可以补钙，所以它钙就不是会变补充营养的，对，嗯，calcium 补钙的。哎呀，你也要补钙呀，哈，是不是？然后这边呢，这个小可爱是叫什么？Bearded dragon，它有名字吗？叫Godzilla，看见一百只 cricket，什么东西？哦，它要吃这个。对，看，哦，吃蟋蟀，放进去它就会把它吃掉。把它吃掉是吧？要吃活的是吧？对，它不喜欢吃死的。放一只进去，看下看下，等下，OK。哎呦，好快哦！会不会吃太多了？要吃这喂么多？少一点它，今天我已经喂它停。一天要吃一次是吧？啥都有。这个东西更恶心，这个也是给它吃的。对，反正今天都是给它吃。哇塞，吃的好高级哦！这个这个是没活有的了，吗？没有了，啊，给它吃完了。哇，这个也是给它吃的。看，一定要用这个，夹的。你不用这个夹子，它咬了你手指会很疼。看它一看到这个夹子，夹子，它就，就过来吃。它怎么现在不行？我觉得它吃不完。它的邻居就是乌龟，对，啊，刚刚吃了，那它就过来吃，吃光了，好快，一口就没了，一口闷，完了，就过了，它要抓东西，好快好快。它长大是应该要吃菜的，我给它放菜，它不吃。它不吃青菜了。它需要，它是90% 是要吃菜的长大。可能今天饱了，它不吃。还有一只小可爱，刚刚你把它拿出来那个。我还记得它跑到这边，然后。你要天天都要过来看它们吗？我今天给它喂了。这条件住的条件还不错哎，还有这么多绿色植物，它躲到这里来的。它叫它这种是叫 Red Phantom Pinstripe Reverse Crested Gecko，这么长的名字，对，好难记哦，在这里啊，躲在这里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很软的，好像没有毛毛。有没有没壳？没有，他们为什么？哎，这个不能跟大的一起住啊？肯定不能，大家会想吃它。他们自己先都是不能放在一起，是一定有分开的缸。哇塞，你这家里的小宠物越来越多了。哦，还有一只猪，小猪。有一个叫乔治，有一个叫卡皮巴拉。两只啊？对。哇。他们是一定要住有两只或者是三只，要不然很寂寞是吧？对，他们作为
不会那么，他不 happy 了，不会有一个开心的时候、嗯、他不出来了，这谁给他换这个换屎换尿的？哎，我们都给他，是吗？这是卡皮巴拉。哎呦，这么大只啦，有没有长胖呢、哎、买回来有没有长胖呢？他长条，他们都是男的哦，男生 boy。 你摸，你听摸， 好暖哦。他有没有买回来？有没有长大了？长大了好多。会不会跑啦？嗯，会。你把他看好。我把他看好，我好怕怕、啊。别跑啊！别跑啊！两只是一样的吗？颜色。别跑啊！不要跑啊！咦、嗯？算了，他可能在睡觉。嗯，他不在睡觉。他们在玩。我看到了，他躲在这。他在这里啊，他又跑到这边来了。他比他还更大一点。我们第一个买的是他，然后之后 ，Cookie 在叫了。我们发现他们一定要有两个。哦，你给他放回去吧。那我可以拿着跟。Cookie 叫你了。Hello。哇，你们家很热闹啊，好多小动物啊。走了 ，Cookie 走了。Hello， 你终于抓到他，终于抓到他，很难抓是吧？对，他每次跑。他叫什么名字？拿这个乔治。Lucas、嗯。是。他名字乔治。乔治啊。三名。多久洗一次澡啊？啊？多久洗一次啊？一周。他还会给？他需要洗澡吗？他热水放在天上，你把他拿到楼上来洗干嘛？他要收一下他的，他要收一下他的 pets。那就别洗了，就瘦两天。嘿嘿。哦，你放了给你，他不会跑掉吗？他现在害怕嘞，这么多人盯着他。他这么高，所以他不会一直跑。他现在走不掉了，摆上台面了。